坐落于太子中心地段的别墅华轩和别墅一居，均为泛海集团和新世界合作发展的住宅项目，位置只是一街之隔。两项物业距离港铁太子站约两分钟步程，享有铁路交通优势。两座物业皆为单栋式，分别有25和22层住宅楼层，中高层单位景观开扬，部分单位在大坑东一带绿油油的球场景致。别墅华轩在2003年入伙，主要提供实用面积200几平方尺的一房单位，另有约三成单位的实用面积为400几平方尺，部分为两房间隔，单位一律设开放式厨房。而别墅一居的单位相对较大，尺码较多元，标准单位实用面积由400几至600几平方尺，为两房户或三房连套房户，另设高层四房连平台特色单位。另外物业基座设有停车场。两项物业均为住客提供健身室等康体设施，亦设有地铺，附近食肆和商店林立，同新世纪广场以及始创中心广场亦都是咫尺之遥，生活便利。出行方面可以使用港铁外，亦可以选择途经太子道西和弥敦道的多条巴士路线，交通四通八达。